好了，今天很甜，如同树叶在飘落。时间过得这么快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烦恼就像小跳蚤，总伸受不了。唉声叹气，声声叨叨，不如统统抛掉。一起走进欧洲、美洲，飞着天涯海角，另有千奇百怪，五彩缤纷，世界多奇妙。让我们飞鸟并斗，马儿赛跑，让我们开心的笑，别怕，这世界会颠倒，但是你的需要快乐才是最重要。让我们飞鸟并斗，马儿赛跑，让我们开心的笑，别怕，这世界会颠倒，但是你的需要快乐才是最重要。看着你的需要快乐才是最重要。在俄罗斯的家庭宴会上，蓝猫不小心将盐罐打破了，由此产生了误会。用餐过后，没想到鸡大婶他们又摔起了盘子，蓝猫和点点以为是自己惹了祸，最后才知道在俄罗斯打碎盘子意味着富贵和幸福的风俗。蓝猫，你好点没？哦，原来你怕晕船呢。谁说的？我才不怕晕船呢，我只是水土不服而已。哦，参加一次社交舞会。哦，太棒了，可以跳舞喽！蹦擦擦，蹦擦擦，蹦擦擦，太棒了！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参加舞会耶！蹦擦擦。好无聊啊，怎么今天来参加舞会的男生这么少啊？哇，舞会之王来喽。就知道吃，还有任务呢。愣着干嘛呀？想和他跳舞就去邀请他。美丽的小姐，请问您愿意和我共舞一曲吗？我愿意。你好，我叫天妞。你好，我叫蓝猫。不好意思，我这是第一次跳舞，跳得不好还请你原谅。没关系。对不起，我又踩着你的脚了。这位小姐跳舞不太好，踩的脚好痛啊。蓝猫，你跳舞不认真哦，不能看地面，要看着你的舞伴。船晕。蓝猫醒醒，蓝猫醒醒，看来只能做人工呼吸了。
次我一定要邀请那位可爱的小姐跳舞。这回没人。啊，您好，我是蓝猫，能够请您跳一支舞吗，可爱的小姐？你好，我是咖喱，非常对不起，我现在想休息一下，不如你和我的朋友跳吧。可以，能够和您的朋友跳舞也是我的荣幸，他的朋友一定不错。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就是咖喱的朋友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接下来请大家互换舞伴跳舞吧。哎，我一定要和咖喱跳一支舞。非常高兴再次碰到您。哎，看点点，你还神气什么？你好。蓝猫，跳舞怎么样啊？过瘾吗？你蓝猫，和你跳舞我觉得很开心，现在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跳舞好吗？来，不是很想和你跳舞。请你跳个舞。小姐，我不想。什么？你不想？你竟然拒绝和我跳舞。这是怎么？拒绝和我跳舞。蓝猫，我提醒你一下，在舞会上女士可以拒绝男士的跳舞邀请，但是男士是不能拒绝女士的跳舞邀请的哦。这位小姐，你别哭了。我知道我舞跳得不好，可是为了这次舞会，我在家练习了一个月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向您诚挚的道歉，对不起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不会跳，我还是回家吧。这位小姐，我现在非常想请您跳一支舞，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。好。点点，快来扶扶我，我的脚已经跳得没力气了，快呀！蓝猫，你刚刚跳的实在是太好了，跟我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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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都是女士。蓝猫，你跳的真好，可以和我跳支舞吗？好啊。蓝猫和点点来到罗马，完成参观竞技场的任务。途中，蓝猫出于好心帮助一位行动不便的老爷爷，可是老爷爷却对关心自己的蓝猫大发雷霆。
天又和各位观众见面了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拉拉将和大家一起去学习一些基本的舞会礼仪。乐着干嘛呀？想和他跳舞就去邀请他。能够请您跳一支舞吗？非常对不起，我现在想休息一下。蓝猫被拒绝了。小朋友们，在舞会上，女士是可以委婉地拒绝男士的邀请哦。那男士呢？请你跳个舞。小姐，我不想。什么？你不想？蓝猫怎么能拒绝女士的跳舞邀请呢？太没有礼貌了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不会跳，我还是回家吧。这位小姐，我现在非常想请您跳一支舞。好。蓝猫表现得还不错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节目再见吧。穿上